我用咗七日咋，块面就已经明显冇晒黄气，肤色均匀翻，我真系好满意啊 ！Hello， 我系向海南啊。在我刚刚复出的时候其实压力很大的，因为我的皮肤是没有现在那么好的，虽然本身的肤色都是偏白一点的，但是次次素颜或者化淡妆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块面好像有一层黄黄地旧旧地的感觉，看落就很残很没有精神的，所以次次我都会叫我化妆师重手一点帮我遮住黄气暗哑这样，为了希望可以时刻都是最佳的状态，我都试了不少的美白产品来去黄的，有平有贵，但效果都好像不是挺好。后来我的美容师朋友跟我说，我才知道原来美白就不等于是去黄的。那个黄气最主要就是因为年纪的增长、压力大、喜欢吃甜的这些。其实这些全部都是会令到新陈代谢变慢，皮肤细胞就氧化，暗黄色素排不走就会积聚在里面，而令到皮肤开始出现暗哑、黄气和没晒光泽。所以他就介绍了我用这一只专门去暗黄好劲嘅仙奴去黄精，睇翻佢嘅成分咧，好犀利噶，有诺贝尔得奖嘅 EGF 肌肤细胞生长因子，话可以帮我哋皮肤由基底层去更新衰老嘅细胞，同时亦都可以促进新嘅细胞增生，排走晒基底层嘅暗黄色素。我用咗七日咋，块面就已经明显冇晒黄气，肤色均匀翻，皮肤白得嚟咧，开始有光泽，毛孔咧都细致咗，我真系好满意啊！好多美白产品都只是刺激皮肤表面，做不到真正由基底由内到外去击退暗黄色素，而这一支仙奴去黄精就做到了。到现在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每日三泵就可以搽匀全面和颈，质地又不粒又易吸收，你看看两三秒就可以吸收晒了，而且它完全不刺激，还好保湿添。被搽的时候水分得 20%， 搽了之后水分升到 70%。 都是因为这支仙奴去黄精有两个很劲抗氧化的绿花椰菜精华和白茶精华成分。绿花椰菜精华有很强的抗糖化功能，保护骨胶原蛋白不要被糖化而变黄，啱晒我这些喜欢吃甜的人啦。而白茶精华就有丰富的茶多酚，抗氧功能比绿茶高三倍咁多的，可以抗自由基，还增加皮肤的弹性添。早两日我见到我化妆师，佢都赞我而家嘅肤色变得好好，嫩白透亮，话我薄薄地搽啲粉底就可以出镜噶啦，真系开心晒啊！多得仙奴去黄精先令我更有自信，佢嘅性价比仲好高添啊，200蚊左右，我试过效果真系超好，喺万宁同仙奴魔就有得卖，快啲去买嚟试下啦！